其实对星座啊，然后还有这些不是特别的
迷之相信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吧。是我第一次算塔罗，随便。好，随便吗？的策略在里面，就是他把你算的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他告诉你一些你需要去怎么改进改进的方法，然后你才会想有欲望一直问他一直问他，然后让他可能有更衍生的东西去往下讲。如果你是特别相信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在网上或者现在其实很多做这种塔罗星盘啊这种分析的东西可以去研究。如果你不是特别的信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个人来说听一听就好。因为不管是感情啊财运啊或是工作方面的话，还是就是看个人的那种自我辨识的程度。然后刚刚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它有一个那个珠宝的一个品鉴，它都是那种复古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比较几百年前的那种当时潮流的一些手表啊，是我都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也拍一些照片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就这样吧。都有一些就是钻石啊，就是真金啊什么的，这种就是过百年的，或者1920几年二战后时期的，包括中间那几只表，当时那个翻盖儿，包括我自己手上那只，这是很典型的，当时属于那种就是1920年、1930年左右。属于基伟风格的 Art Deco 时期的，包括就是新装饰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的。就它当时为什么叫基伟风格的这种手表，它其实是在现在拍卖的时候，这种手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在1920几年、30几年，就正是那个 party 啊活动纸醉金迷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多名人和很多贵族就喜欢去定制这种类型的表，因为它在这个光线下是比较闪耀的。所以这个刚好跟当时的那个风格也比较接近，包括那边有几